行为举止其实是有点杂哈，是吧，腾腾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还有才二年级，你可调回去，我看渣男了。你满打满算四千天的时间做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快去看电视了，不然好。啊啊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来，一会儿让你看啊。希望你们那边提起重视，不然的话我就实名举报。我们再见。什么镜头？青少年能健康成长？妈妈，你说这小龙虾，小龙虾为什么非要长壳呀？真讨厌！吃辣呀，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对不起，我这太小了，这小龙虾。很。还喝个椰奶吧，啊，喝不喝？妈妈妈，我要喝大罐的。贵了个香槟，嫂子，老板加了个肘子吧，哈，两个哈。妈妈可以再要一个大份的小龙虾吗？吃，妈妈吃一个再吃一个。老板，那个那啥，再来哈，一个大份的那小龙虾。卤煮，走了，辣了要都看不起。太太爷，妈妈妈，热了，大家快吃，都上大口吃，吃完了咱们赶快回家。其实别出来了，我说他妈妈有脏米。太太爷，来上个厕所，找不到，没有帘子。哎呀，被窝里面的话放在台面上说，真叫了个不害臊了。No lips but yours. Comfortable, comfortable. Interesting, interesting. 那个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咱俩的，有事儿的。我就是关心一下我亲爱的妈妈。啊，那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大概多久呢？三个小时吧。好的，妈妈。啊，行了，好好学习哈，不要干别的事情哈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妈妈。嗯，学了。个弯儿漫画，宫口典藏。张海莲，你才多大了？你哪来的这书了？不是我的，妈妈。那谁的了？那是同学的。哪个同学了？咋了？以为妈妈傻了啊？妈妈老年痴呆了啊？来，我问问你哈，这宫口是谁了？是不是你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？你把他妈电话给我发过来，你要不发我问你们班主任。这书了妈妈先替你保管上哈，没收了，快进去吧。孩子睡了没？估计睡了。看几点了？十一点半。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呀？走吧。你不想听今天晚上放的了？哪了最快乐了。别装了，走。你先进去占座位去，快快。两张绿叶车啊，谢谢。哎，里头人多不多了？就两个啊，加我们四个。哎，你看今天还挺好的，没啥人。哦，就咱俩。你看呢，小红红染的黄头发。那家长咋教下的？坐这儿吧。
吃了。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你和你妈做的尴尬事，就你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的？我和我妈呢，经常会在那种人潮涌动的街头逛街，然后会遇到一些热情的粉丝，他们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妈妈，叫我牡丹仙子，叫我丹姐，瑶池仙子。就拿余光也可以看到我妈的就脸色有点不好看。那你希望你的粉丝在街上怎么称呼你呢？丹哥。